箴言第31章第24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第一，你寻找咁简单咁简单，你同神之间嘅关系，净系寻找就系佢个名啫，都已经系以谜语方式去存在喺圣经里边，而更加唔好讲话神会个名字，你同佢嘅互动啦，系咪？即系因为你互动咗之后，你真系名副其实嘅话，你先至真系神名下嘅子民，你先至到时你自卑祷告寻求神嘅面，远离你个恶行，神先至会从天上垂听噶嘛，系咪？呢个按住历代至下第7章第14节去讲噶嘛。所以你见唔见而家我哋讲紧一个事实啊？我哋认识我哋嘅神啊，其实原来有个秘密喺度嘅，就好似呢一节第24节一样咧。原来有个秘密喺度，就系话我哋要付啲代价，先去寻找到嗰个时代嘅 support， 嗰个时代嘅女院，而并且我哋要付一啲代价，先至能够识得同呢个女院互动。我哋单单以神嘅名字，就系话全本圣经里面可以话同神互动当中咧。最简单，即系一个仔同父亲互动当中最初阶、最简单嘅就系神嘅名字啫，就系我哋爸爸嘅名字啫，都已经你唔觉得有一个咁嘅特性嘅咩？而点解要有咁嘅特性呢？原因就系原来每一个 support， 第一你唔单止揾佢，并且你要留意每一个支援、每一个 support 系为咗乜嘢而做嘅，就好似举个例，我哋打嗰啲策略 game 嘅时候，通常咧。是每一版啊，即是如果你照住佢嘅劇情去打，每一版都会有啲好特别嘅支援同埋 support 嘅。係其实因为你一定要动用嗰啲工具或者嗰啲嘅策略或者嗰啲嘅支援先至赢到嗰版嘅。有陣时譬如举个例，我哋有陣时打军事嘅策略 game 咁，去到呢版呢佢会有空袭嘅支援嘅，係咪？我原来因为去到最尾要完成嗰版呢，你要空袭最尾人敌人基地，不过你要做晒指定动作之后先得。你见唔见呢？就是说原来个支援，如果我们不认识那个支援真正是怎用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赢的。但是你会奇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说所有的支援它的存在的原因呢，是跟我们本身人的惰性是违背的。每个人的惰性是什么？我有支援不用做咯，是不是？有个有钱的老豆不用做咯，是不是？有办法出猫不用读书咯，什么都说不用，这些不用路，最好就说有祝福啊！我要晒咁，我咪唔使点唔使点咯，系咪？好多人都系咁样去面对个信仰。但我哋有冇谂过神创造人系要你培养你个惰性咩？原来每个支援都只系为咗一样嘢，就是、要我哋进步。每个支援为咗一样嘢，就使我哋能够成为辛苦。我问下你，女院啊，系使你唔使做啊，定系使你成为辛苦先？使一个村姑啊，所谓一个系乡村里边个姑娘，成为一个皇后哦。女院就系等呢个村姑去到乜都唔使做啊，唔系啊，翻去学习点做皇后啊嘛，所以变咗原来每一个 support 咧，其实佢本身背后隐藏住咧呢个支援嘅真正嘅目的嘅，而呢个就系需要我哋咧喺个过程当中成长而达到呢个支援真正目的。就好似神嘅名字，佢俾我哋嘅时候，除咗去达到要帮助我哋、祝福我哋、医治我哋、使我哋充足所需要嘅所有嘢都赐俾我哋之外，其实佢要我哋喺智慧解谜上面去成长啊，明唔明啊？嗱，我又举多一个实际嘅例子，一个非常之简单嘅例子，你就会明白其实我哋讲紧嘅信仰系啲乜嘢，你就会明白喺咁多年当中，我跟从神行嘅路咧，点解咁多懒嗰啲人咧，我就会我唔系啊，又话唔照我咁方法去讲呢度啊，或者系呢种解经法啦，或者呢种教教会法，我走咁样，咁最好走啦，快啲走，系咪？因为呢间教会唔欢迎呢啲人。因为点解？因为我哋系由头到尾都唔系为咗培养我哋个惰性嘛。嗱，我就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你就明白点解会咁讲。就好似倾听神嘅声音。嗱，如果我问翻你一样嘢，我就系问翻你一样嘢，就系、是、神能够同我哋讲几多秘密同埋几多智慧，系取决于乜嘢咧？嗱，就算唔讲神，我就系讲人类啊。咁你都已经明白我而家讲紧啲乜嘢？就是简简单单一个细路仔佢能够听到佢爸爸讲嘅嘢，系取决于一个最主要乜嘢元素咧？其实当你睇翻个细路仔，我问下你，当呢个细路仔仲系几个礼拜嘅时候，个爸爸可唔可以同佢讲大学课程咧？可唔可能啊？咁啊，如果个爸爸一定坚持系咁嘅话，佢根本同呢个几个礼拜嘅细路仔根本系冇得沟通嘅，系咪啊？爸爸就算是这样，都是就着叫一些怪声啊，引你注意啊。即是我记得当阿次恩
佢仲系几个礼拜嘅时候，我同佢讲嘅每一句说话都系同一句说话，就系、是、小次恩呢三个字啫。如果睇翻我嗰时嗰啲影嗰啲 video 啊，佢出世嘅时候啊，同埋由我亲自同佢拍摄呢啲嘅 video 啊，全部只系呢三粒字嘅啫。OK， 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就系、是、叫住小次恩呢三个字啫。我有冇讲大学课程？有冇讲箴言嘅解法？我有冇讲圣经有六十六卷书？我有冇同佢讲关于圣殿里面有外院圣所、至圣所？有冇啊？冇啊！我想你知道，又翻翻我问翻个问题啦，就系话究竟爸爸能够同个仔讲嘅内容系取决于乜嘢？取决于嗰个仔嘅智商，取决于嗰个仔嘅成长程度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变咗净系讲紧关于倾听神嘅声音啊！如果我哋唔了解呢一种神嘅声音，呢种嘅支援真正嘅目的系乜嘢话，佢嘅性质系乜嘢嘅话，甚至佢喺我哋生命当中能够支援嘅程度系取决于啲乜嘢嘅话，人类点可能听到神嘅声音啊？因为原来就系人类嘅声音，即系讲紧个仔同个爸爸嘅沟通啊，都系取决于呢个仔佢成长嘅智商同埋佢成熟嘅程度噶嘛，系咪啊？你要发觉根本事实上一定会噶，有好些嘢系个仔一两岁嘅时候，你系冇可能同佢讲噶嘛。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神说话永能如朗月。星辰常照耀，长夜里驱散黑暗。神说话，罪人和乱象我心，常引导陪伴我过夜深。愿你教嘴是引我明灯导引。往天国路后，盼望挽手结伴，纵临绝处，与我再开垦。如今信念没有不可能，凭神话语，我坚固站稳，内心里珍惜主带领指引，全力冲破路盼望。